大家好啊，吃饭，酸萝卜，鱼腥草，还有霉豆腐。今天煎了一条鱼，这个鱼没啥刺，吃起来好吃啊。非常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吃一个糯米笋炒腊肠。是的。嗯，特别脆，特别嫩。这个糯米笋都是今年山上小山笋去做的啊。嗯。吃起来特别的脆嫩。嗯，那是这个糯米笋啊，一包的话它是248克，一包就可以炒一盘。它的配料表的话就是竹笋、饮用水和食用盐啊。来给大家拆开一包看一下，它里面还有一个内包装啊。嗯，它都是这样子笋的原色啊。然后现在是活动价格，一袋的话是减2块钱，然后三包减5块，5包的是减8块啊。嗯。
漂亮。嗯。拿回去直接炒啊，煲汤啊，凉拌都是可以的啊。是的。真香！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吃一个麻辣萝卜干拌面。嗯，特别脆的麻辣萝卜干。是的。拌面拌饭拌粥特别好。对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萝卜干啊，这个一瓶是230克的大瓶，平时的话一瓶都要好几块钱，两瓶都10多块钱，对不对？今天就是这个萝卜干有活动，8.99元，到手的话是直接是到手两瓶啊，并且是这种大罐的，对不对？对，230克一罐。是的，然后这个是那个中辣的，还有一个微辣的，微辣的话它就是这个罐子的啊，就是这个绿色的罐子，然后这个红色罐子是中辣的，推荐你们拍中辣，真的非常好吃。对。最主要是这个萝卜干，它吃起来不像有的萝卜干，你吃起来特别甜。这个是麻辣鲜香嘎嘣脆啊。对。